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2019劳动节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分析研判报告》，假期天气总体是利于公路交通出行的。那么，预计全国公路网交通量较去年会小幅增长。五一假期，公路出行以中短途出行为主，多为旅游、探亲、小客车、自驾出行比例相对较高。劳动节假期，高速公路网拥堵趋势总体呈现首尾高、中间缓的特征。5月1号预计当日9时至11时拥挤程度约为平日4倍，假期第二天、第三天拥挤程度有所缓解。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5月4号的16时到18时，出现返程高峰，拥挤程度约为平时6倍，达到假期峰值。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恢复到正常水平。根据预测，车流量较大、拥堵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车流量较大路段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进出城高速公路、城市机场高速公路和通往热门景区沿线等公路局部路段。今年五一小长假，铁路运输工作从4月30日至5月4日共5天，预计客流主要以中短途旅游、探亲流为主。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多地铁路部门加大运力调配，推出服务举措，助力旅客出行。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五一假期加开旅客列车73对，重联动车37对。对去往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等方向的11对旅客列车加挂扩编，共增加运能7.5万人次。同时，开行夜间动车14.5对。针对小长假，还特别推出青山绿水游、碧海蓝天游、红色故土游、多彩城市游4条旅游线路，提升旅客出游体验。假期期间，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加开列车108对，160对动车组列车改为重联运能。同时，济南火车站开启全部19个售取票窗口和36个进站通道，出站口综合换乘中心为来济旅客提供换乘零接驳服务。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对80对列车进行重联，其中包括广西开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昆明等方向的65对跨省动车，以及南宁、北海、玉林等15对区内短途动车。同时，在桂林北至广州南间累计加开临时动车组5对。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开行355.5对途定列车的基础上，在热门方向加开临客52对，包括长春、沈阳前往北京、天津方向的直通临客4对，沈阳至大连、沈阳北至阜新、长春至松原、长春至吉林等热门方向中短途临客48对，投入的总运力创近年五一假期运输新高。五一小长假是已经到了，那么为了给旅客创造一个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北京铁路公安局在管内各大车站增加安检力量，确保旅客的安全出行。在您出游之前啊，一定要仔细检查自己的行李，以免在通过安检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随着假期临近，火车站人流量明显增多，进站安检处也异常忙碌。许多旅客因为携带了禁止携带的物品或限量携带的物品，被安检员拦下。在近期查扣的违禁物品中，超过120毫升的自喷式压力容器，特别是防晒喷雾、发胶占很大的比例。哎，女士，跟您说，您这属于压力罐、易燃易爆喷雾，它带有自喷压力容器，而且毫升量不能超过120。对，而且它还有高温易燃提示。针对近期查获违禁品的情况，民警提示广大旅客，乘车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自己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携带违禁品和超量携带现代品。男士用的打火机，每人限量不能超过2个。还有一些女孩子携带的指甲油，指甲油每人限量携带是20毫升，超过也不允许上车。然后还要说一下的，因为是五一了，马上出去就玩了，很多人呢容易带一些白酒，但是白酒呢，咱们散装白酒不允许上车。4天的假期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哪些景点最热门？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我们也用一组大数据为大家做了一份出行小指南，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近日，全国90多家交通管理部门联合发布了2019五一出行预测报告，预计今年五一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广州将成为最为热门的出游目的地城市，苏州则超越了深圳和上海，成为唯一一个入选前五大热门目的地的二线城市。在各城市的热门景点中，特色文化街区出游热度最高。五一期间，全国十大最热门景区中，杭州西湖位居第一，包括成都春熙路、南京夫子庙、秦淮观光带等在内的这十大景区，也是对外地游客吸引力最大的景区。大数据显示，五一期间，浙江嘉兴的西塘古镇、云南大理古城、东莞银屏山森林公园等景区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游客前往这些景区前还需做好错峰出行的准备。不过，能不能顺利出游还得看天气。根据中国气象局预测，五一假期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整体相对较好，总体对出行影响不大，而南方多地的降雨也将在假日前期减弱或停歇，但5月4号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等地降雨将会再度发展，返程车辆需要注意行驶安全。今年的加长版小长假是给大家带来了更高的出游热情，中短途国内游、短航线国外游成为了众多旅客的首选。中短途国内游和周边游成为五一期间的热门线路，而作为周边游的首选出行方式，不少热门线路的高铁车票已经售罄。客流主要集中在往长沙、广州南、潮汕、厦门等4小时之内的一些城市。航空出行客流也呈现大幅增长。根据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统计，五一期间部分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增幅近40%，热门国际及港澳台航线前10位则全部集中在4小时飞行圈内。主要目的地是在泰国的曼谷、普吉、清迈，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冲绳这些地方，短航线的价格增幅大概是在10%到15%的这样一个比例。不过，从5月1日起，一些热门航线票价会逐步回落到平时的水准。业内人士表示，除了可以选择错峰出行以外，还可以考虑一些冷门目的地，比如说飞往国内的南宁、福州，还有国际的墨尔本、胡志明市。那这些相对冷门的地方呢，票价比去年同期便宜了将近一半。为了迎接五一旅游高峰，迅速应对小长假可能面临的各种突发状况，近日各地消防部门都加强景区应急演练和消防培训，来保障旅客的生命安全。在湖南张家界，当地消防支队联合多个救援部门在天门山索道开展索道应急救援联合演习，演练模拟运行中的天门山索道发生故障无法运行。在演练现场，第一组救援队使用垂直救护方式救援离地面较近车厢内的被困游客，救援队利用独轮救护车运行至吊箱顶端，顺利进入箱内后，救援人员打好绳结固定支点，用安全绳将被救护人员送至安全地面。第二组救援队使用水平救护，救援离地面较高轿厢内的被困游客。在救护小车移动到滞留轿厢下方时，救援人员进入轿厢，打开轿厢底部窗口，保护游客到水平救护支架上后，再转移到安全地方。经过2个小时紧急救援，消防员成功从轿厢内营救出所有被困人员。同样，在江西九江市，市消防救援支队庐山西海消防大队与金口码头水世界联合开展了水上救援演练。演练假设一艘载有18名游客的游船发生火灾，并利用船上的消防器材进行先期灭火处置。接警后，庐山西海消防大队和金口码头水世界成立水上应急救援中心，在确定着火游船的方位后，迅速派出船只转移着火游船上面被困的游客。很快，救援船只靠近着火游船，全部被困游客被安全转移到救援船只上。外出旅游时，客车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近日，宁夏消防部门针对客车上的旅客安全，也开展了消防培训演练。如果说是内部的人员在比较慌张、这种慌乱的情况下，可能没有办法把门打开。那么，如果我们人员在外部，可以协助进行开门，把这个按钮按开，然后按照箭头的指示方向去旋转它，这样这个气可能就放掉了啊，放掉了。
一旦发生火灾，除了外部的紧急按钮，也可以通过天窗或者车窗疏散。正确的做法是拿起破窗锤敲击窗户的四个拐角，盯住一个地方使劲去敲，等窗子裂了之后可以拿脚一踹，这样车窗玻璃便可碎开。假期来临，在游玩途中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怎么办？摔伤、出血、休克等情况又该如何紧急处置呢？五一前夕，北京、成都、敦煌等地是开展了出手急救你也可以主题培训活动，向景区工作人员和游客普及急救知识。在四川青城山景区，一场急救演练正在进行，三名游客不慎摔伤，一名怀疑颈椎损伤，一名头皮裂伤，一名上肢骨折。七名救援队员迅速赶到现场，紧急处置后通过转运救护车离开现场。我们就地取材，用自根竹条加三角巾的包扎，然后我们大悬吊，这样让患者的这个骨折得到一个很有效的固定。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教大家学会包扎、固定、搬运等创伤急救办法，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体外自动除颤器的技能。心脏停跳十分钟以内，如果没得到急救，他的脑就死亡了。所以说，我们希望的是，公众能够不再消极的等医生到来，应该自己做点什么。五一期间，甘肃敦煌也将进入旅游旺季，除了观赏莫高窟、月牙泉以外，户外徒步、戈壁探险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专家提醒，去沙漠游玩，出发之前一定要把旅游路线、出发时间、到达时间告诉身边的人，以便救援人员找到自己。在极度高温干旱的环境中游玩，孕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人群要备好药物，不要选择体力消耗大、难度高的项目。如果发生从这个骆驼啊这个高处摔落的情况，那么我们首先不要去动它，它哪里疼呢？它受伤部位一般就在哪，然后我们去检查它的局部有没有肿胀、疼痛、畸形，如果有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它有骨折了，然后我们采用一些我们的这个能固定的装置去固定。五一小长假，博物馆、展览馆等室内场所也将迎来旅游高峰，如突遇火灾，应该怎样避险逃生呢？只要有一瓶矿泉水，那么发生火灾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它打开，把这个水啊倒在这个手帕上，把它沾湿，保持低姿逃生。专家强调，在上下楼过程中，大家都靠右行走，这样不会造成人员混乱。五一劳动节，劳动者的节日，在广西梧州市的市政道路施工工地上，建设者们脚踩150度的沥青路面，头顶烈日，挥汗如雨，在高温环境下坚守岗位。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者的精神。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呢，我们向所有仍然坚守岗位的城市建设者致敬。这里是广西梧州市新兴路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忙着铺设沥青路面。这段路面呢，刚刚铺完沥青，我们用温度计来看一看，这里路面的温度是多少？温度计显示，现在路面上的温度是150.2度。我现在在现场，虽然垫的纸皮感觉像火烤一样，脚面是火辣辣的，非常的热。工人们就是在这样高温的环境下，坚守岗位，加班加点赶工期。中午12点，施工现场，大型铺路机、压路机来回作业，工人们在烈日下热火朝天地忙着铺路。57岁的柯洪镇来自河南，是沥青摊铺作业队的工人，负责物料的投放。老柯顾不上吃饭，汗水已浸湿了衣服。淳朴的老柯每年只回一趟家，一个月的收入是4000块钱，回趟家来回400块路费，他舍不得。他说要把钱攒给老伴儿和孩子们。老伴儿，看我铺的路好不好？五一放假不回家了，到年底再回家。我在这干活也不累，挺好的，天气也不热，不用接济我。怕老伴儿担心，老柯撒谎了。我们不放假，我们呢利用五一劳动节期间，路上车少人少，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是吧？我们那个。加班加点，可以比平时多铺2到300米的路，因此呢，可以那个
提前完成工期嘛，工人们挺辛苦的，我们一次经过呢，他们都汗流浃背的，他们就像我们城市的道路美容师，所以在这里呢，我要为他们点赞。 五一假期正式开始，在很多人享受悠闲假期的同时，还会有些人呢，因为工作的需要，必须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接下来带您认识的这样一群人呢，他们是高铁列车上的特殊维修工，他们是负责列车厕所排污和维修的吸污工人们。12:46，高1405次列车到达南昌西火车站，旅客们忙着下车出站，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车厢外。 铁路工人正在用吸污设备清理高铁厕所里的污物，这些污物将通过管道进入南昌西站的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后再进入市政污水管网。硬币，钥匙扣，螺丝，掉了一个那个玻璃珠，还有珠子，铝扣掉了。这个就是有些衣服的话，会被那个套出来的影响。你看这些东西打碎。 这是全是橡胶的，哦，它这个密封的转动，它如果这里卡到东西，卡住了。嗯，那这个有异响的话，就得处理，必须得处理，不然呢，这个东西碎掉了很贵的，这个造价太贵了。冯露露是南昌动车组运用所设备维修组的组长，他正在维修一台真空卸污设备，由于吸入了旅客扔在马桶里的杂物，设备的主机出现了故障。 遇到这种情况，冯露露和同事们都需要用手掏取异物。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操作，但冯露露对第一次用手掏异物的情景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还来参加工作没多久嘞。那个时候看到，哎，有这么脏啊！那个时候都有一点抵触。取出来的一个小孩的一个手套，洗手，洗4到5遍，用那个沐浴那个洗手液洗4到5遍。这个设备维修组的员工。 平均年龄只有25岁，眼下五一小长假，冯露露和同事们将比平时更加忙碌，但为了让乘客们感受到高铁列车的干净和舒适，冯露露觉得一切都很值得。当他们一个设备一坏掉的时候，我们一过去，三下两除二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然后车子那个平稳的出库，这个是我们最有成就感。 很多劳动者除了吃苦耐劳，精益求精也是工作的常态。焊接工艺是一项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的技术，从汽车行业到电子行业，从建筑领域到航空领域，通通都是离不开焊接技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纪晓燕和她的绝活儿——镜面焊。1967年出生的纪晓燕，在19岁进入江苏电建一公司以来，就一直在从事焊接工作。 多年的一线工作经验使纪晓燕练就了一身高超的焊接武艺，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自己发明的镜面焊。用镜面焊就是在肉眼无法看到的地方，就无法看到的地方，我们难以实施，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也采用镜面焊，你用精致的成像原理，借助精致的辅助工具，来实施我们那个正常的操作过程。 镜面焊的难点在于，由于镜面会反射非常强烈的弧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焊工的视觉，使焊工难以看清钨棒，送丝时就容易引起焊丝与钨棒相碰的情况，所以必须精确把握镜面的角度和焊腔的角度。再加上由于镜面成像是反射成像，所以焊工必须时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 不然在焊接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将焊丝往镜中的溶池送丝的现象。把这个镜子啊，镜子调整好适合的角度，因为你镜子距离远了，看不清楚，你距离近了，它有影响这个焊腔的操作。点焊这一点啊，要放在这个45度，正常的在我们正常的时钟这块就是在10点左右，10点左右，就我们焊的时候在这个。 对面的3点这个位置，纪晓燕的镜面焊这一发明，既保证了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焊口的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塔式炉的安装工期。1999年，纪晓燕担任起了单位的教培工作，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技术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辈的焊工们。
纪晓燕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将丰富的实践经验融入到了教学之中，并且做到了深入浅出，边示范边讲解，使每一期的培训工作都圆满完成。2019年的江苏省技能状元大赛，他是带我们集训，最后我们在2019年那个江苏省技能状元大赛中取得了第二名、第三名，还有第六名的好成绩。近日，在长深高速江苏连云港段宁海收费站，当地交警通过网络巡逻，发现一辆七座轿车竟然是在快车道上倒车，十分危险。下午1点多钟，一辆七座轿车突然停在了高速公路快车道上，接着驾驶员竟然开始往后倒车，在这期间多台车辆躲避，其中还有大型货车和危险品运输车。鉴于其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民警立即调取该车信息，找到了当时的车辆驾驶人崔某。我头头脑脑就想了一没没错，是这个是撞车的响，是这样子下过路去的。驾驶员崔某说，他是从灌南县出发前往连云港市区的，结果不小心开过了路口，就想着把车倒到匝道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江苏省道路安全条例》第59条第2项等，民警对崔某处200元罚款，记12分。民警提醒，如果驾驶员不小心驶过了路口，应继续行驶到下个路口再下高速，不要有在高速上停车、倒车等违法行为。五一小长假期间呢，铁路公安机关加大对恶意逃票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近日，在山东聊城，一位男子因为买短乘长被调查。那么，经过警方调查，该男子先后恶意逃票达到16次。4月26号，铁路民警在快1282次列车上例行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持有的车票与本人身份信息不符。经民警调查，发现其所持车票来自车厢内一名女性乘客，男子本人购买的是深圳东站至东莞东站的火车票，而此时火车已经行驶到聊城站。你的身份证车票呢？我用你两个人用一个票吗？我身份证掉了。掉了用一个票吗？我上车这不用上车用一个票吗？你的票，你说啥意思吧？让我补票是干啥？先赶紧把你车票补上。啊，补票无所谓。啊，不好意思，你让我补票就补票就是吧？你这不是身份证吗？对。等，我等会儿，等会儿，我喊你。你现在嘴里没实话哈？你给我说你身份证，你现在你没拿着，后来你身份证在身上了，你还说，你嘴里还有实话吧？啊，同志。民警在询问的过程中，发现该名男子所说的话前后矛盾。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民警将该男子传唤到聊城站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经询问调查，该男子卢某因业务需要经常乘坐火车，为了达到省钱的目的，卢某动起了逃票的心思。据卢某供述，自2014年11月以来，卢某利用买短途票长途乘车的办法，共计逃票16次，累计逃票款2000余元。目前，卢某因恶意逃票涉嫌诈骗，被聊城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前两天我们报道了，在山东临沂的一处景区，三名游客盗走了上百万年才形成的钟乳石，事件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昨天，临沂警方表示，犯罪嫌疑人单某友、任某平已经被刑事拘留，两人在景区还指认了多处监控没有拍摄到的破坏点。看那运动。是这个是不是？看你过。损坏程度比较严重，整个鼻翼鸟的尾巴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鸟的翅膀都被砸掉了很多，在洞内发现了很多处，这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是现在我们来报案，只能以这一个来报案。那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人员已经就是死了，然后今天早上呢，公安人员就已经把这个嫌疑人带到了我们景区，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指认，包括他指认了一些监控没有拍摄到的地方，物证、
就是他取走已经中午时，也被公安机关这边的人员拿过来进行一个比对。你看看啊，这几百万年形成的沉淀的这样的美景哈、啊，最终呢却被破坏了。别说几乎不可能修复，就算是能修复，它也是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那么像这样无视规则、肆意妄为、面对大自然的馈赠不知感恩、只知道破坏的人，没有一处景区会欢迎他们。唯有严惩重罚，才能让更多人引以为戒。这五一节假期是已经到了，也请所有人跟我们一起，要坚决地向所有的不文明行为说不，让美丽的风景不要因为您的任性而受到伤害。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条也和旅游有关啊，很多人都知道用学生证买门票是可以打折的，是吧？有些甚至是免费，能省不少钱。于是有人呢就打起了这个学生证的主意，以此为商机啊，在网上大量出售假学生证，价格从35元到60块钱不等，号称一证在手，玩遍全国。钻政策的空子啊，看似是小事儿一件，但是其实不然。提醒一下那些买卖假证的人，我国法律可是有明确规定的，买卖假证、伪造印章等行为呢，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构成犯罪了，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有人钻空子，除了说明有便宜可占，还说明啊，现有的管理制度上的确是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几乎所有的学生证上都没有什么防伪的标识。对，因为信息不联网，查询真伪基本只凭主观感觉，这些呢都让造假者有可乘之机。如果说治理假证的话，所以我们说啊，治理假证除了严惩，还更要在查询真伪的便利性上下功夫，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数据和信息化的时代，这个应该是不难实现的。说的没错。对。好，欢迎来到第二时段的看天下。昨天第15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开幕，本次动漫节共邀请到来自86个国家和地区、193家企业的354个品牌参加。除了白马湖的主会场之外呢，本次动漫节还设立了12个分会场。那今年的动漫博览会都有哪些亮点呢？我们去那儿看一看。本次中国国际动漫节活动丰富，亮点纷呈，来自86个国家和地区的动漫企业及机构现场设展，闭馆推出国漫崛起15周年特展，还首次设立了国风展区。近年来，中国动漫市场快速发展，国产 IP 也出口到世界各地。那么就以熊出没自己而言的话，我们目前已经发行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动漫作品，国产游戏近年来也获得较快发展。2018年，中国游戏市场全年实际销售收入达2144.4亿元，同比增长5.3%，占全球游戏市场比例约为23.6%。在游戏领域，传统文化 IP 的开发也成为一大热点。我们也是希望基于这些好看的衣服、好看的服饰，包括说动人的故事，向更多的人去展示一下中国动漫、中国古代的一种韵味吧。
在这次动漫节上，首次设立的国风展区以中华传统服饰为切入口，邀请了国内20余家华服品牌商，将进行为期6天的华服展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流。中国这些动漫在飞速的进步，然后因为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啊，都会觉得就是特别的，没有一些怎么说呢，主题思想。但是现在的漫画就是慢慢的，人们赋予它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就是见解和诠释。一开始喜欢汉服的时候，是因为喜欢这些古诗词才去买的，后来就慢慢的更喜欢了，就融入进去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我们呢带大家去中国馆转转。中国馆无论是建筑理念、展陈设计，还是花卉植物展示手法，都融入了中国传统田园和农耕文化。进入中国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来自31个省市区各具特色的园艺植物。由于花期各不相同，各地展出的花卉都进行了特殊处理，确保162天的会期中保持鲜艳饱满。像北京展区，我们沿用了最早的那个昙花技术，把每一个不同季节的像，牡丹芍药啊、梅花、兰花、菊花这样，在温控的技术上，把它们在同一季节同时绽放。看完争奇斗艳的鲜花，来到祥和逸居展区，沙曼光影、数字影像与实物相结合的多媒体展示技术，营造了园艺文化与影像图文相呼应的动态效果。在我身边展示的呢，是一幅数字动态的18闲适图。走在这里，感觉置身画中，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汉唐时期的花艺文化，同时也能感受到自然四季的节律和古代人文情怀相结合的韵律。在这里啊，除了这些展品之外，整个中国馆的建筑设计理念同样是融入了中国传统古老的绿色生态理念。中国馆南广场上有一座下沉式水院，设计灵感来自福建土楼，与整体馆区农耕主题呼应。同时，它也是自然的雨水收集系统，雨水经过回收处理，可用于馆区植物的灌溉和浇灌，形成生态微循环。紧邻中国馆的是中华园艺展示区，全国31个省市区及港澳台地区都在这里建设了自己的展园，体现了各具特色的园林园艺。那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来看看几个特色展园。作为主办方城市，北京园一改往常聚焦皇家园林，选择从小院落看大北京，展示了胡同、四合院、红墙等北京名片。开园阶段还通过花期调控技术，使玉兰、牡丹、芍药、海棠、月季、菊花、腊梅等代表北京气质的标志性花卉同期开放，营造万紫千红才是春的美景。亭堂榭坊是苏派园林标志性建筑，它们弯曲回转形成的环形路线，配合相应的植物，将江苏园打造成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观区。榭和坊必须要依水而建，园子中央蜿蜒曲折的水系得有太湖石搭配，整个苏州园用掉的太湖石达到1200吨，再加上黑松、紫薇、罗汉松、五针松、红花继木、白蜡等苏派盆景点缀其中，俨然一幅诗画水乡。水流出村口的地方形成的园林就是水口园林，安徽园还原的就是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徽州古村落。这座3间4柱5楼的石雕牌楼，将徽派建筑中的徽州三雕、石雕、砖雕、木雕体现得淋漓尽致。来自安徽当地的倭竹、大别山映山红、黄山杜鹃等特色植物也都点缀园中。水口园林是一个民间的公众园林，是邻里间和睦共生的体现。在云南园，从南向北，根据云南各地不同气候、不同海拔形成的12景当中，也能看出不同民族地区的植被特点。傣族风格的门楼与之相配的，一定是热闹的阔叶植物；而在大理白族的民居周边栽种的，则是山茶花、玉兰花，还有铁皮石斛。在模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区域，则栽满了不同品种的高山杜鹃。12景描绘出多彩云南。
每一个园真的是各具特色啊。那昨天呢，我的同事也变身实习园艺师，给我们讲述了世园会绝对的主角，那就是植物们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我今天要体验的是园艺师，我们一起来从专业人士的角度看看北京世园会的这些珍稀植物。北京世园会是历届 A1 类世园会上参展方最多的一届，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园艺盛会。这里可以说是荟萃了全球的园艺精华。北京世园会的植物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种植物，我给您梳理了一下，带您去看5种植物之最，走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红树林，它们是水陆两栖的生存高手，可以称得上是北京世园会上最具生态价值的植物。红海榄呢是红树林的典型代表，红树林呢不仅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也是沿海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一带，它们还能防风固堤，称它们是海岸卫士一点都不为过。大部分植物都是在枝头开花，但是火烧花开花的位置非常独特，它是在树干上开花。这是因为在热带雨林中，在顶部茂密的枝叶上开花呢，不容易吸引到昆虫来传播花粉。这就是北京世园会上最毒的植物见血封喉，如果身上有伤口又不小心接触到它的枝叶，就会有致命的危险。雨林中的仙人发现了它的这一特点呢，用它的枝叶制成毒箭用于打猎，所以它也叫箭毒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青果榕，它是北京世园会上最高的植物，高达19米。它来自云南的西双版纳，为了保证它运到植物馆之后还能成活，我们在它的根部保留了很大的土球，为了防止水分蒸发还去掉了所有的叶片，但是它的生命力很顽强，来到植物馆几周之后就又长得枝繁叶茂。这种憨态可掬的树叫弥勒树，它是北京世园会上最胖的植物，它的树干直径大约有1.5米，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树龄呢，却像百年大树那样粗壮，树干中存满了水分，即使一年不下雨呢，它都不会受影响，而且在没有根的情况下，弥勒树也可以长出叶子来。说到植物啊，在此次北京世园会上展示的新优花卉品种呢，超过了1200个，有30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共同亮相，这在世园会历史上的尚属首次。很多珍贵的植物还需要通过特别的手段来呈现给大家。我身后的这个是颐和园的盆栽古桂，有着近200年的树龄，经过了5代园艺师的精心养护，目前仍然生机盎然，是颐和园的活文物。由于颐和园地处北方，气候条件并不适合桂花的自然分布，所以园艺匠人们将桂花从南方引种并栽植于盆器中，冬季入温室越冬。经过几代花卉园艺师的摸索，填补了北方地区桂花养殖领域的空白。同样得以传承的还有陕西馆的老子手植银杏，有着2600多年的历史。技术专家通过微型扦插的方法，从而获得了完整的植株。因为银杏是木本的，它这个扦插很不容易，这个主要通过这个扦插啊，它获得了这个和木本一样的那个优良基因和保持了它的基因库。我左手边的这个植物叫绿绒蒿，是雪域高原上的珍贵植物，在喜马拉雅地区众多的高原植物中是明星物种，有着高原美人的称号。以前这种植物只能在高原生长，现在经过不断的探索和人工培育，这个稀世之花首次在平原地区得以绽放。据了解，有着高原美人之称的绿绒蒿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严格，为了让绿绒蒿顺利生长，北京植物园将所有花苗都放在组培室里封闭培育，夏天白天最高温度控制在25度以内，夜晚降至16度。科技的手段拓展了植物生长的边界，也让世园会的观众能够一睹珍稀植物的风采。说到科技，今年的北京世园会在给游客带来了奇花异草和珍贵物种的同时呢，也向游客展示了科技与园艺的结合成果。众多新技术、新设计的应用，让世园会科技范儿十足。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叫做岩生花园，上面的植物呢是在岩石表面或者非常干旱或者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的，而在这个土层的下面呢，是用科技手段模拟了一些适合它们生长的气候。岩生花园是北京世园会里上海园用科技展现生态的一部分。上海园中的另一处视觉焦点是云巢，
云巢的构建设计和搭接方式都是利用参数化算法由计算机生成的。在云巢内部运用滴管栽培的生物技术方式，凸显了植物风貌与科技融合的空间感。除了静态的园区和建筑，在北京世园会内一台台巡游的花车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绿胶扦插技术这一块是通过然后咱在花车上做的一个，就是包括这个种植基址，然后通过咱那个血盘苗，就一根一根的，大概一平米有1200根这个植物，然后插到里面，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个然后施养，使它然后就成活，达到一个好的效果。每辆生态花车长10米，宽5米，高6米，需用新鲜花材近20万株。由于采用了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中国糖花技术，也就是花期调控技术，花材能在长达162天的会期持续开放。同时，所有生态花车均采用新能源无线遥控技术，也就是无人驾驶，这在国内生态花车中尚属首次。看，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么多哈，不过呢，还是要实地去看、去感受，才能感受到世园会的美。也希望大家五一假期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那在即将到来的五月份呢，随着夜晚气温的逐步升高，人们去室外观测天象的意愿也是越来越强。一些精彩的流星雨和行星合月天象就将在五月先后登场。接下来我们先一睹为快。北半球的上半年，精彩的流星雨相对较少。除了象限一座流星雨，真正值得一看的就是即将在五月登场的宝瓶座流星雨了。每年4月19号到5月28号都是宝瓶座流星雨的活跃期，而它的流星数量最大值预计将出现在北京时间5月6号22点。对北半球的人们来说，6号晚上到7号天亮前都是观测的最佳时机。这次宝瓶座流星雨的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预计有40到85颗。由于宝瓶座辐射点大约是凌晨1点39分左右才升起，因此不会有月光的影响。不过4点前后天色渐亮之后的观测将受到影响。虽然宝瓶座流星雨理论上流星数量有40颗以上，而实际人们能观测到的往往也就10几颗。该流星雨的亮流星多，而且因辐射点偏低，导致一些流星的光季较长，会留下持久的流星痕，也令流星观测的精彩度大增。观测时建议大家选择开阔且无遮挡的公园、绿地、学校操场或郊外的开阔空地。五月份除了有宝瓶座流星雨以外，天琴座流星雨也会在9号到11号迎来流星数量最多的时段。不过它的每小时天顶最大流星数量只有个位数，观赏起来效果不如6号晚的宝瓶座流星雨。土星合月也是在即将到来的五月份出现的天象。土星合月就是指土星和月亮正好运行到同一经度上，它们两者间的距离达到最近时的状态。5月23号凌晨，土星将出现在月亮的南边，不过亮度只有0.3等，会显得较为暗淡。当天在月亮西侧亮度为-2.5等的木星也非常值得观赏。观测行星合月这种天象，人们可以使用口径5厘米以上的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条件好的情况下，则有可能看到土星美丽而又神秘的光环。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读书时间。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运动大脑》。刚才我跟战东还这个讨论了一番，讨论了一下哈。你知道人在运动的时候下意识默念哪些词语可以提高成绩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以看看它。还有心理疲劳的时候应该安排什么样的训练课呢？这是一本教你如何释放大脑潜能的书，能够帮你进入最佳状态。读完你会发现神经学原理和运动的关系居然如此紧密。我觉得他这里头还有一个推荐的两句话很好，就是它是打破一本打破10000小时定律的书，是一本如何教你如何把耐力推到极限进入最佳状态的书。哎，其实看了这个书，刚才听了这个介绍一番之后啊，我在想，你说咱们上学的时候这个每天早上跑操，除了这个强身健体之外，一般都是先上早读再跑操，和这个记忆之间与运动是否也有这本书说的这种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啊、对，如果先读了这本书再跑操的时候，是不是想的就不一样、啊、可能单词能多背几个吧。好，如果您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摇动手机呢进入到抽奖页面，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书。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留下您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我们才能够把书送到您的手上。嗯，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政府机关停车场假期免费开放，您怎么看？
来看一下网友的分享啊，巧克力说非常好啊，这样既解决了游客停车难的问题，同时资源又得到了充分利用，另外还可以适当的收取一些费用，用于设施的保养维护，期待更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进来。网友太空漫步说了，这样共享资源绝对是上策，更应该让这样的共享在全国实施。其实利用好一些闲置资源也是另一种减压。嗯，旋律说非常好的举措，解决了自驾游停车难的大问题，真正的便民惠民，点赞。嗯，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好，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再次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劳动快乐。劳动快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再见。分享阳光，分担风雨，第一时间，第一印象。大家好，来看天气。这个五一假期想好去哪儿玩了吗？如果还没有啊，推荐大家去世园会看一看。2019北京世园会已经于4月29号在北京延庆拉开帷幕，这是继1999年昆明世园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性博览会。这次世园会呢，可以说是汇聚了上百个国内外官方和非官方的参展者，很多奇花异草呢都是第一次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不仅可以欣赏呢奇花异草，在世园会展示期间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活动，其中呢花车巡游就是非常重磅的一项。10辆巡游生态花车是用20万株新鲜花卉打造的，并且呢采用了中国的糖花技术，可以保证花材在162天的展期内持续开放。每一辆花车呢都有不同的主题啊，里面呢还加入了各种黑科技，无论是无线遥控技术还是无人驾驶，绝对会让游客们大饱眼福。馆舍种类呢包括中国馆、国际馆、植物馆，还有生活体验馆等等。其中呢中国馆和国际馆可以说是最有看头的，不仅外形颜值都非常高，而且呢馆内还有各个城市的展览，都是各具特色，相信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么在天气方面呢也是相当配合哈，假期期间呢延庆都是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白天呢比较的温暖舒适，非常的适合出行。不过呢今明两天的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一早一晚还是要注意适当的保暖了。北京晴，1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6度，长春晴，7到18度，沈阳晴，7到19度，天津晴，15到27度，呼和浩特晴，6到20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9到14度，银川晴，11到24度，西宁多云，4到19度，兰州多云，9到23度，西安多云，13到23度，拉萨多云转晴，8到20度，成都阴转祥雨，17到25度，重庆多云，18到29度，贵阳多云转祥雨，12到22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太原晴，3到22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济南晴，14到25度，郑州晴，13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2到25度，南京晴，12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13到23度，武汉多云，13到25度，长沙晴转多云，16到26度，南昌晴转多云，16到24度，杭州多云，13到24度，福州小雨转阴，17到2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19到22度，南宁多云，20到29度，海口小雨，25到29度，广州阴转多云，19到28度，香港阴，23到28度，澳门阴，22到28度，北京晴，10到27度。太阳它起得真早，一路上不停地奔跑，要在第一时间赶到，把全世界都照耀。花儿它起得真早，最美是它的舞蹈，要在第一时间盛开，让全世界都微笑。第一时间与新鲜见面，地点是上下左右和你心的中间。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地点是东西南北和未来的身边，就在第一时间。